我们今天拍摄的是国标舞，是台北国际公开赛。然后我们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我们会使用了 Profoto 的灯光来做补光，因为在这个国标舞的比赛当中，它是少数唯一可以允许使用灯光来补光的比赛。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灯光的布置。好，我们可以看到场地大概是一个长方形的状态哦，基本上大概是一个篮球场的大小，所以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地来说，要做精准的补光，把光布满整个场域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会使用出力比较强大的灯光来做这个动作，因为一般人他们都只有用机顶小闪灯做打光，基本上只能打亮主体，但是效果又有限，然后出来的画质跟背景又有落差，所以我们在这里会希望用架设全范围的一个光区。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 B4 的外拍电筒，然后我们搭配使用一个是望远灯罩，因为我们所在位置比较高，大概在3楼，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将整个大范围的半场区域都给打亮，所以我们使用一个远焦的罩子，它能够比较有效的聚中，把光线集中投射到一点固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场地的布置，就是我们的主光是以 B4 为主，架设在3楼，然后在我们舞台的右侧面向架设一支 B1 作为侧光的补助，然后同时我们如果移动到右侧方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当作右侧选手的主光来打。使用 Profoto 系列灯光对我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借由这个新的引闪器，我可以随时调整我每一盏灯位的出力，因为当我今天如果我的标准曝光值设定在左边的区域的时候，我突然我想拍摄的选手他移动到右边的范围的时候，我可以很迅速的调整，比如说这一盏 B4 是 A， 我迅速可以调大一级的出光量，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不管在哪一个范围里面都可以拍摄到曝光很正常的一个画面。然后我这盏灯光主要是架在这边，希望补一下环境光，把对我们之后拍摄的背景这边的灯光给打亮。待会我们拍摄的时候会以左半边这边的场地选手为主，所以我们拍摄的面，因为国标舞它是同时有10几队选手下场同场竞技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势必只能有所选择，我们会选择这一面当作我们主要拍摄的面向。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一面的右侧，我们放了一盏 B1 加强光罩作为它主要的光线来源。B1 拍摄动作。